大家好，我是黑瞳谷歌，欢迎观看我们这期的卧龙苍天陨落的游戏视频解说啊。这次是江角三虎臣程普、黄盖、韩当啊，这三个，他们三个呢分别是穿的是轻甲、中甲和重甲，所以击杀优先顺序的话应该是从黄盖这个轻甲开始，而且呢现在呢可能就是跟之前版本影响的关系不一样，就是三个的攻击欲望被降级了啊，就是在 1.04 版本之后，这个削弱了他们的攻击 AI， 就是让他们的攻击欲望没有那么强了，所以其实正常打就已经很好打了。还是先给一个上一个毒和火，就正常打就行了，因为他们就给我们的攻击间隙就更多了，就有机会输出，其实正常打就好。之前的那个三个合力一起打确实很恶心，太狗了。难怪我主和公子都对阁下另眼相看。好，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大家拜拜。